一日会提到多位议员，阁有即个嘉义监理所即个所长等人共同为三乡甲善环小黄公车绿色二支一线来主持着开通典礼。这条路线开通了，将便利着三乡玉峰里甲平阳里距离的公车站牌较远的即个民众来使用。除了有固定的三个定线地班之外，我们特别加上预约服务。那根据我们这几年运行下来，预约服务的班次远远的超过定线定班的班次，所以表示大家越来越熟悉，越来越习惯用预约的方式 来使用这样的服务。交通局来表示说，台南市的小黄公车服务范围已经有19个行政区，而所在人数超过10万人次，绿色二支一线将解决掉三乡区传统公车塞不到的所在。这次的路线是把原来绿二的绕死的这一段，什么叫绕死？就是它可能一天可能有10班，可能只有几班绕进去，那当然服务水准就比较不好。或者是平阳岭这个也是用绿石来绕死，所以这次呢，我们把这两个原来绕死的路段跟引死的路段把它截掉，截掉的好处是原来的绿二跟绿石就更有效率了，也免写的给都写出来。你今天问题表示讲，小黄公车用到公车的介绍享受客人车的服务，而且65岁以上这长辈用到市民卡、敬老卡来坐，佮等于是唔免钱。希望在你长辈当多加利用。今仔咱在座拢是65岁以上的吼，足侪咱的乡亲，所以65岁以上坐这免钱啊，政府来出钱。你要叫伊个班车，车班落去走一工，规班安尼叫拼叫行。但是你若要上预约，你著爱前一工5点。你比如讲，明仔载你要病院挂号啊，你前一工5点，下晡5点进前就敲电话讲，我明仔载几点哦？小黄公车哈，下当来甲我载，安尼小黄公车就到时阵就甲你载。伊列设计之一线小黄公车，伊个三上区作为着中心点，连接着玉峰里、甲中坑啊、甲平阳里等庄头，往东往西两个档来连接到干线公车的路线。伊小黄公车阁会当有约班次，长辈要坐阁会当到厝来做接送，相当的方便。南天新闻台以上三上采访报道。